慈心关怀联盟将于11月1号星期三，美西时间下午4:30，美东纽约时间晚上7:30，及亚洲时间11月2号早上7:30，举办一场名为“由缓和性拔管谈从人工呼吸器中释放的慈心”线上讲座，邀请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老人学科及缓和医学科主任潘欣欣 Cynthia Pan 医师来分享什么是缓和性拔管，为什么我们要谈缓和性拔管，以及在决定拔管时应考虑的因素和涉及的步骤。报名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届时直接登入视讯 Zoom ID 859-6624-2894，密码是2005，参加讲座。更多详情请上官网 caccc-usa.org 查询。优视频道，优视财经台，财经趋势矽谷观点节目，为答谢观众的支持，将于11月2、9、16和23号连续4个星期四，美西时间晚上7点，举办2023年度粉丝面对面云端座谈。财经趋势节目主持人陈少豪 Howard Chen 豪老师将透过 Zoom 平台亲自与您面对面，回答您的财经相关疑惑。您是否正处在对今年的经济衰退、战争、升息的乱局中而不知所措呢？那么就请您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选择您要参加的场次。活动采取 Zoom Meeting 录影模式进行，精英席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咯。更多活动详情请上 YouTube 优视财经频道矽谷观点，或 email 至 ufinance@uchanneltv.us 查询。金山湾区妈妈教室将于11月3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在 Milpitas 100号 South Milpitas Boulevard 的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推出善用麻布与麻绳巧妙结合 DIY 圣诞花圈课程，邀请持纺花艺教授、装置艺术高级颁奖师陈慧英女士来带领大家如何使用麻绳配合麻布等环保材质，设计出高雅坚实、色彩丰富的圣诞花圈，别致的手工制作，带给学员心灵抒发和美的自我想念。课程材料费为5元，报名仅限30名，详情请打电话408-252-4955或408-252-7070查询。 ChatGPT 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做学术研究、程式除错、游戏开发和内容创作外，它更可以帮我们处理生活上的方方面面，譬如语言学习、旅游安排、健康咨询和投资理财，甚至可以用来消遣打发时间。中信福音中心将于11月4号美西时间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举办一场名为让 ChatGPT 成为你的生活小帮手线上 AI 讲座，邀请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方面有深入学习与研究的罗永正 Thomas Low 电机博士来与我们分享如何善用 ChatGPT 让我们的生活更轻省、更有乐趣。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或上网 ccmgospelcenter.org 登记，并请注明讲座代号 SM344。 您有心理纠结、压力、情绪起伏、关系破裂、心灵伤痛以及各样困难不知所措，或不知道可以找谁或如何启齿的经历吗？您可以来互加支持小组，将难以启齿的心事在安全的环境中倾诉出来，得安慰，得释放。让我们来认识自己，走出困境，建立出健康人际关系和有意义的人生。
11月份网上支持小组时间是在11月14号星期二，美西时间晚上7点到9点。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或上网 famrebuild.org/sfbayarea/11月份网上支持小组。更多详情可打电话510-790-3366查询。同时段为男士们预备了绅士专组，也欢迎男士们报名。完成报名即回电邮通知上线 ID 及密码。